富全英雄，追友入閘，多多光彩。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第五場賽事，五班千二嘅短途大熱係六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，哇！醒目勇區快閘添喎，咁啊，依家過去嘅馬天竺貓啦，出面鼓浪精彩啦，富全英雄搶啊！內欄做歐洲導彈四隻馬比較快嘅，第五位咧就神朗金剛啊，頂住咗潘頓，因為鼓浪精彩喎。咁啊，大約跟住個第六咧就醒目勇區係紫色眼罩啦，後邊嗰幾匹馬啦，多多光彩，精算赤焰啊，尾三位置就係嗰只誠心所願啦，暫時電啊對精算奇言同埋灰馬嗰只咧。是倍增胜数嚟噶，去到对面直路中尾段啦，富全英雄就抢咗出嚟跑啦，咁啊分裂二三位嘅马，咁啊外边位置系天竺猫啦，埋边系欧洲导弹啊，四五位啦，外边咧就鼓浪精彩，第四位蓝眼罩嘅，埋边第五位贴到栏啊，神朗金刚啊，后边嘅马啦，醒目勇驹啦，精算赤焰啊，等入边啦，攞出嚟诚心所愿同埋精算奇言噶，好啦，正在直路啦，前面富全英雄啊占先嘅，欧洲导弹天竺猫上紧嚟，外边鼓浪精彩。亦都追緊啊！內欄嗰邊係神朗金剛啊，後多層仲有醒目勇區出面上緊嚟咧，就誠心所願啊！最後百零米啦，富全英雄仲係佔先嘅，鼓浪精彩外邊逐步上緊嚟，中間仲歐洲導彈出面上嚟咧，就醒目勇區過終點嗰步，富全英雄係咪放就得咧？真係啊！咁啊，睇下到唔到啦，外邊啊鼓浪精彩一路追上嚟嘅，咁啊至於跑第三名嘅馬咧，歐洲導彈啊似乎嘅機會啊大啲嘅，第四名嘅馬醒目勇區。十一号嘅富全英雄，咁啊八点九倍啊，咁啊出咗闸啦，咁啊又冇咗只雪茄之友，嗰个放刀啦。第二名六号嘅鼓浪精彩系潘顿，第三名十号欧洲导弹啊杨明伦啦，第四名先系二号嘅醒目勇驹苏兆辉。啊，林翔冇咗只雪茄之友，真系俾佢放得顺咗。富全英雄同上次跑法完全唔同喎、啊。呢啲系咪巴道宝藏啊？哇！九月十一号佢喺巴道跑一步都冇。咁佢出到闸喎，今晚咯，好快闸。啊！临尾有落飞噶，今晚都系贴栏，又系好好多啊！而家压完地都暂时系咁啊。好啦，高柏森，马雅。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就系十一号嘅富全英雄啊，独人派八十九个半，位置派二十六蚊。跑第二名咧系六号嘅鼓浪精彩，位置派十三个半。跑第三名系十号欧洲导弹，位置派五十八蚊。连人位六搭十一派一百一十三蚊，位置 K 六搭十一派四十七个半，十搭十一派二百二十五蚊，六搭十派一百零三蚊。跑第四名就系二号嘅醒目勇驹。真系冇咗雪茄之友都唔同晒啊！个形势哦，对呢只马系先。如果人哋快过你放你跟第二位，未必咁样轻松啊嘛。咁啊，欧洲导弹有个一档之利咯，翻到嚟都上到名，都系贴栏嗰阵。醒目勇驹临尾好迟先挞得着，佢次次都系咁啊。系咯。二重彩啦，十一号、六号顺序派三百一十九蚊，单天六号、十号、十一号派五百零七蚊。同埋你見醒目勇驅轉彎又好立咁喎，我都覺得今日好似係咪轉咗啲配備只馬，反而仲唔係好順嘅嘛，即係轉彎嘅時候。睇埋三重彩先啊，十一號、六號、十號順序派三千九百六十七蚊嘅。陣間啊，巡邏影片啊，望一望，因為直路好似先擺正台，係啦，左右隔離已經騎緊啦，蘇兆輝都仲定住咁喎。三加一預計派彩勝出係 A 三啊，其他冷門派二十四个半。馬亞今晚先復出嘅咋。同阿杨明伦一齐又穿过位置 Q， 杨明伦都系今晚复出。啊，五班大热门都仲有第二，即系都仲喺度。但系冇赢咯，即系上季要破呢个闷局呢个数据，延续到今季。四连环预计派彩啦，二号、六号、十号、十一号派九百零六蚊。
四重彩预计派彩11号、6号、10号、2号顺序派23,288元。睇翻个长廊影片啊，富全英雄系三档嘅，其实起步底下佢唔系话最快嗰只嚟噶，但系马压积极啊，因为起步同只醒目勇驹啊、天竺猫咧有啲碰撞嘅，早段快少少，其实天竺猫添，入边就捉翻转欧洲导弹啦，外边就鼓浪精彩，咁但系都涉到嚟二碟噶啦，因为莫雷拉咧想要难啊嘛，嗰只神浪金刚。醒目勇驅就呢度都有啲頭惡惡嘅，咁陣間再睇係咪都係唔係好乖巧啦？加呢個交叉鼻箍換咗個 bit， 多多光彩都要騎，誠心所願。後邊啦，先係精算赤焰啦，再後邊就係精算奇言，出唔到閘嘅係開頭嗰只倍增勝數。嗯，睇翻個分段時間咧，就同標準時間都接近嘅。咁啊，轉彎有啲馬都唔係咁順，譬如灰馬啦，嗰只倍增勝數就挨難啦。咁另外嗰隻醒目勇驅都係嘅，即係全程個走勢都唔係好穩定，我覺得啊。咁所以你見阿蘇兆輝咧，都好似好遲先至立出嚟騎啊咁樣。至於大外檔有啲馬都追一追嘅，譬如係誠心所願啊、精算奇言啊，終點前都追下啦。至於莫雷拉嗰隻神朗金剛就首個位都冇問題嘅，咁但係似乎1000嘅能力就稍高於1200喎，現階段睇啊。第五場都福邦完畢派彩作實。位置 K 六搭十一派47.5，十搭十一派225元，六搭十派103元。组合独人三拣一啦，胜出 A 三其他冷门派24.5。二重彩11号、6号顺序派319元。四连环2号、6号、10号、11号派906元。四重彩啦，11号、6号、10号、2号顺序派23,288元。第四号孖宝啊，头关二号美关11号派952.5，头关二号美关3号或者6号派22.5。分段时间头段23秒66，第二段22秒94，末段23秒46，总时间1分10秒06，比标准时间快一线多啲。